爱情本该是两个人一起经营的事，但有些爱情只是一个人在默默付出，到头来感动的还是自己。在爱情，也是两个星座女让人爱得很辛苦。现在一起来看看吧。摩羯座，摩羯女比较要强和自立，普遍比较优秀，他们对另一半的要求很高，希望对方是积极上进的，因为他们觉得好的爱情应该是让彼此越来越优秀的。所以一旦对方出现低迷的状态，他们总是不自觉的想要改变对方，这会让恋人很有压力。尤其是被需要的摩羯，一旦恋爱就会拼命的在对方身上寻求温暖和爱，如果对方给不了他足够的温暖和爱，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对方变成他所需要的人。所以爱上摩羯是很辛苦的。巨蟹女，春季敏感多疑的巨蟹女，她的生活充满了多愁善感，她怀疑一切包括爱情，她不自信，即使对方一心陪在她身边，她也很难完全相信对方是真心的。爱上了巨蟹的男人必须要接受他的敏感，随时准备好面对他的怀疑，并为他承担一切生活的遭遇。想要获取更多星座资讯，欢迎点击关注按钮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断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术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-2688。